我先问第一个问题，这个房子在多年前这块地表哥他们就已经使了，为什么在2012年你们才签这么一份协议书？谁提起来要签协议的？我大哥拿着来的。拿着来的。对。理由是什么？理由什么也没说。我母亲正赶上她感冒喘，呼呼呼喘，正我是在里的屋，我呢大哥呢拿着协议来了，提出要签份协议，并没有说明什么理由。都你上面字儿都写好了，都写好了之后让你们来签协议，就签字儿，对吧？没有说任何理由。对，没有任何理由。好了，你们就接纳了，对，是吧？对，大哥是这样吗？不是这么。你起早好了一份协议，去找他们来签这份协议。是。啊，就简单回答。不是，是这么回事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因为我姑啊特别亲，将来要分完之后别我避免，对，将来出问题有矛盾，写这么一份协议。好的啊，这是第一个问题啊。这样回答对。关于这协议当中有一个赠与的写法，赠与的写法，刚才呢弟弟这边表述说呢，母亲不认同这个写法，不知情，不知情，对，好吧，我也不知情。这个赠与，您母亲不知情？不知道。您母亲有文化吗？我母亲没有文化。会签名吗？我签名没问题。好，大哥，这段文字给老人念过吗？我们念过，念的，念过。对，旁边还有证人，那是我老姑过生日。您老姑过生日，对，您确信您老人确实知道？对，这么写的。我老姑还特别高兴。好的，那么还有一个关于盖房。原来这块地上面，小弟，到底有房没有？有房，有房，有房，有房。对，大哥，原来这块地上有房吗？房都是土，有的这个邪木三万还是土房，已经有房没有？有他的房，有他的房，有他的房。对，他的房也是房。我问的是有房没有？有房，有房。对，好的。下一轮的问题是，今天你们到场上来，先谈到一个你爱人生病。需要经济上帮助，对，找到哥哥了，对，好，再跟我明确一下，嗯，是希望哥哥借点钱给你们，还是希望哥哥支援给你们点钱？一开始说想叫他帮助帮助我，叫他帮助帮助，那就是支援一些，对，好的，哥哥，弟弟刚开始跟你提出这笔钱的时候，是先是谈的借，还是先填的跟您要？您就告诉我，弟弟跟您谈这笔钱，谈要钱的时候，是跟您要钱，还是跟您借钱？要钱，要钱。对，要钱。好了，这个问题。陷入僵局，关于18年前这座房子究竟该怎么界定呢？名字是他们的，房子是我盖的，到底我是主人还是他是主人？90岁的老人对自己曾经的房产又是什么态度呢？这房子是您名下的房子，房子是我的，房产证都是我的名字，他盖的是我的地儿，我在那待一辈子。
石女士的治疗问题能妥善处理吗？如果他们有能力想帮我，之前肯定就会帮我。对，现场录制状况频发，兄弟两家最终能重归于好，和睦相处吗？大嫂子说出来的话，我希望她履行承诺。你要说要调和，这谁都不能较劲。你要较劲，那就较到底。那怎么一个情况下，我们能拿到最利益最大化？对，明白。其实就是一个亲情的感化。对对对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情感面对面为您讲述。